开始聊你的时间。很开心，所以叫阿中部长一起来打桌球。我也很高兴。听说部长打得很不错。没有，献丑期的，献丑期的。没有，我不要怕了，阿德是不怕。你还是有这样运动，跟小孩子啦，还朋友这样打一打是有，很期待部长的实力。实力是笑话，来阿妹对下讲下。大概就是先活动一下手腕。嗯哼。好，那试试看吧。嗯，进步不怕。好。看阿中部长的发球姿势其实是很专业的，我觉得就是缺乏练习，需要实行3+4，三天重量训练，4天做球技术训练。好，不过我们这哈是没有办法，自己打球哈是一级差差一级啦，好一级差一级，差一级就差很多啊。好，我们这次要让分的话是无限让的。发球我们会有这样的侧旋是旋转嘛？刚刚你刚这样发都是侧旋，那我觉得我们就把球发快速球，就是从后面撞击这个球，是这样，然后你也是这样撞到撞过去，好，对，我觉得这样非常好，就是你可以看对手的移动的方向，他有时候会准备，他有可能会偷跑过来，但有时候是侧旋的时候，然后偷发一个快速球。对，因为你侧旋已经发得非常好了。我觉得我后面球的话，我已经可以教你侧旋。因为你刚刚发的侧旋都是带有一点下旋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平推球，就是负大概45度角，然后去往前往下。对。任何拍球的时候，我们挥拍的速度要快一点。就是我们不能够这样匀速的把它挥过去，我们要啪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试看看。好，可以握你的手，可以这样。我们大概是会在这里，这里的啪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对，就这样比较好。进步了，三间的表现如何？我觉得非常棒，我觉得可以去报名长青组比赛。英文刚讲，谢谢。我也很开心，也很久没有打了，也很紧张。真的很开心可以跟部长打球，所以我送我的签名球拍要送给部长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这个月底要去
要去中国世界杯，对，中国参加世锦赛，世锦赛啊，世界锦标赛，那个是今年算是比较大的比赛啊，所以目前都留在台湾积极备战。哦，在奥运那时候，我们大家也是看得非常的很兴奋，兴奋呐！今天拿这个球拍就觉得更兴奋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祝你比赛顺利，加油！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按赞、分享，那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